全国喜爱棒球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您透过未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今天11月10号礼拜五，来到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来欣赏2017年第5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天在天母棒球场现场的天候状况非常理想，由侨泰高中对上中华中学，稍后这场比赛就要正式的来展开。那么转播的工作是由球评郑信生教练，还有张扬以及全体未来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球评你好，我好，大家午安。那么这场比赛是由来自台中市的侨泰高中对上的是来自新北市的中华中学。获胜队伍将可以在本届黑豹旗进入到16强。那么在16强比赛遭遇到的对手是协志工商，还有玉里高中的胜队。那来到黑豹旗32强赛事，几乎都是木棒组的天下。不过这两支球队呢，都是软式组社团型的这种参加软式组的球队，所以这也是比较难得的一场软式组对软式组的两支球队的对抗。那刚好这两所学校都是从第二届的黑豹旗开始参赛，侨泰高中在第二届黑豹旗是闯进到32强，去年是分区预赛就输球。今天开球来宾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华中学的洪腾祥校长，来担任本场比赛的开球贵宾。中华中学过去也是棒球的传统名校，不过在之前已经是改组了，就说他们这个校队已经是解散，那现在是属于这种社团性质的球队。今天比赛是中华中学先攻，第一棒是陈俊杰，第二棒是投手汤佳玉，三棒是二垒手陈俊廷，第四棒是捕手米胜恩，第五棒是右外手朱浩恩，第六棒则是一垒手陈宇阳，七棒是左外手董哲元，八棒是三垒手林泽新，第九棒则是游击手张玉伦。这是中华中学今天的先发1到9棒。同样是软式组的球队侨泰高中，先发投手是池俊麟，搭配捕手是梁全斌，一垒手是何正豪，二垒手是谢家伟，三垒手则是高俊腾，游击手是林一鸣，外手分别是王凯翔、康成耀还有郑成瑞。主审裁判是田惠芝先生，一垒审是张根环，三垒审是张炳莲，这场比赛的3位执法裁判。刚才提到历届的成绩，中华中学在第二届开始参赛，那么在第三届曾经闯进到64强赛，去年是一战第一场比赛呢就输球。侨泰高中的部分同样是从第二届的黑豹旗开始参赛，那事实上第二届他们是有闯进到32强，那在去年是分区预赛就止步。先攻的中华中学，第一棒是中外野手陈俊杰，
哦，来了一个近身球。不过从这两队赛前，我们看他的这个练习啊，基本上虽然他们是打这个软式联赛的球队，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啊，还是有经过训练的球队啊。这个球击成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传往一垒，将打者给刺杀。整个基本动作也是非常中规中矩。那我这边要更正一下，事实上这两所学校也都不算是这种社团性质，他们还是学校有球队，是棒球队，只是说他们在高中的联赛参加的是软式组，对，不是木棒组的球队。所以他们平常还是有训练过的球队哦，并不是，有的球队是临时组成的这个社团球队。对。中华中学的进攻，轮到第二棒的汤佳玉。17岁左打。在前面的比赛啊，中华中学先是在分区的预赛顺利的赢球，6-4击败了台北市的阳明高中，然后在第二场比赛10-0击败了东港海事。这个球在右半边的一支平飞安打。由于两队哦都是软式联赛的球队，所以他们允许在这一次的比赛呢使用这个铝棒。那么所以也就因为用铝棒啊，所以两队考验的就是他们的防守。继续打击，轮到第三棒的陈俊廷。不过基本上乔泰的投手池俊霖呢，他的这个控球还不错。棒子现在直接端出来，我现在是一出局一垒有人，而且轮到第三棒，应该只是这个比出来抓节奏。击成了一个界外球。其实也蛮好奇，像是这两所学校都属于校内有棒球队，也算是校队，但是他们选择参加软式组的一个思考想法。因为软式组其实你会碰到蛮多的社团球队了。是。不过软式跟硬式确实在这个经费上的这个消耗是完全不同的。那郑教练，您也有带这个木棒组的球队，是。那是否可以利用机会，请您来说明一下，就是说带一支球队这个平常所需要的开销，然后大概是有哪方面需要做一些比较多的花费呢？是，最基本的就是球啊，球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而且硬式球来说的话，它因为是皮质的哦，它的外面是皮质的，所以它甚至于它不能沾到水。那如果是沾到水的话就被舍弃不能用了，所以软式球的话它所需要的这个球并不多因为它的消耗的这个过程没有像这个硬式球那么样的大量，所以光这个球的这个经费来源就相当的庞大，所以光是球就差很多。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木棒它很容易折损包括断裂，这也都是消耗品之一。所以常年训练下来确实这个经费是蛮庞大的。是。那像是一个球队木棒组的球队，大概多久要去购买一根新的棒子呢？这个木棒？那当然是要看，因为练习的时候它有这个练习棒练习使用的棒子，那么比赛它也特别比赛的时候才使用。这个球击成了一个飞球，在右半边打得相当的深远，落地变成了一支安打。一垒上的跑者现在绕过二垒，绕过三垒，继续的向前来做推进，要回到本垒得分。打者也上到了三垒，这是一支带有打点的三垒安打。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铝棒它的这个效应是非常可怕的，这个球稍微投不准或者是偏高，击出去是相当的深远。
就是塞雷安打也帮助中华中学在今天首开纪录，先持得点。是。所以真的可以看到铝棒的威力。嗯。如果同学又是有不错的一个底子啊，平常有训练的，那这个球可以踢得非常的远。嗯，对。光这个球啊，打的其实并不扎实哦，打的也蛮深的。那距离还是足够三垒上的跑者回来了。不过从乔泰的这整个跑位哦，击出安打之后跑位还都是没有做到非常的到位，包括前面的一支这个二垒打、三垒打，投手他一个补位，他一个协防应该是在三垒边的后边而且在中间也没有人在做一个拦截，准备转传。打击轮到的是朱浩恩，一局上半两人出局。记得应该是在第三届的黑豹期哦，当时埔门中学回归，那因为在该年之前的高中联赛，埔门还是属于铝棒组的球队，所以在那一届黑豹期他们是拿铝棒来比赛，我那个就很恐怖，因为是对埔门是这个木棒组的球队，对他们是属于非常正规哦，国中也经过少棒、青少棒的一个正规训练，对。那么由于埔门中学当年来说的话，他要进军到木棒，必须在成军要经过三年之后，才能够这个参与这个木棒的联赛。对，所以参加黑豹旗他们是拿铝棒来比赛啊，这个内容就还蛮惊人的哈。是。这个球没有控好，让球数变成了一好三坏。一个没有控制好的变化球。这个不用闪躲哈。出棒在右半边。如果选手有一定的打击的力道、一定的 contact， 拿铝棒来进攻，这个球打到往往是可以飞行蛮远的距离。对，所以我们看到乔泰他的一个站位哦，外野手而必须还要再思考一下，因为毕竟投手第一个球也不是非常强，然后第二个就是非常准确，被击中率也是蛮高的。对。我这个球打者是出棒过半，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结束了一局上半中华中学的进攻，得到两分。东京之间风起雨比赛来到一局下半，轮到乔泰高中的进攻，第一棒是二垒手谢家伟，第二棒则是三垒手高俊腾，三棒是投手池俊林，第四棒是中外手康成耀，五棒是捕手梁全斌，第六棒则是游击手林一鸣，七棒是右外手郑成瑞，八棒则是一垒手何正豪，第九棒是左外手王凯翔。两组都是在高中联赛参加软式组的球队，那中华中学推出的编号18号投手汤佳玉，捕手是米胜恩，一垒手是陈宇阳，二垒手是陈俊廷，三垒手是林泽兴，游击手是张玉伦，外手是董哲源、陈俊杰、朱浩恩。编号18号的投手汤佳玉是一位左投，身高并没有特别的高大，今年是17岁，155公分哦，这样的身高是稍显真的是矮了一点。乔泰高中的进攻，开路先锋谢家伟，
在一局上半，中华中学就先得两分。嗯，不错，第一球就可以投出外角比较这个犀利的位置啊，而且又是左投。出棒击成了一个反篮球，这个球滚动的很缓慢，结果，哎呀，落在界内。这个球是界内球啊，嗯，并没有滚出去。哇，这个球滚得很慢很慢，然后三垒手跟投手过去哦，都认为说要让这个球滚出去。虽然这个球你要等待它滚出去，但是你必须要追着它，并不是只有放掉，因为这个球当中应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它是往外拐，然后再往里拐，所以一定要追着它。一直压在线上，最后还是没有滚到了界外。不过也乔泰的第一棒也是蛮可惜的，他原本有机会上到二垒，应该要上二垒。嗯，对，这个可以全力跑啊，没错，因为这个内野的一个防守人员都不见了。对，而且你看到界外球的话，你顶多就回到打击区嘛。对。所以这个跑垒事实上可以再更积极一些。对。可以直接上到得点圈。嗯。我觉得他自己也可能是认为说这是一个界外。嗯，对。轮到的是高俊腾，乔泰高中的第二棒。像是这种压在线上滚的球啊，其实也蛮少见的。是，不过打者他当然全力来冲了哈，冲到一垒。哦，没有丢进去，球速变成一好三坏。这个时候的关键就在于一垒的指导的这个同学，嗯，有机会可以上到二垒。哇，连投几个球都压得太低，四坏球保送。在一局下半，乔泰高中的进攻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中华中学在本届赛事前面的比赛，分别是6-4击败阳明高中，10-0打败东港海事。那他们在分组预赛是算种子球队，所以少打一场的比赛。轮到的是池俊林。嗯，两队投手啊，其实控球还不错啊，都不会投出比较很多的坏球，好球率还是很高。不过速度是不够快，反而对打者呢是有利的。变化球，这个球也丢进去。嗯，这个球就投得相当的精彩。嗯，拐得蛮大的。挥棒落空。嗯，再来一个外角的曲球，将打者给三振。哦，汤家玉他有这么好的一个曲球哈，可以多多的来利用。这位置投得很刁钻呢，嗯，而且因为上一个球是好球，所以打者这个球也出棒，没有挥到。这是今天乔泰高中的第一个出局。继续打击，轮到的是乔泰高中第四棒的康成耀。出棒击成了一个内野的反弹球，游击手接到传二垒，先抓一个出局数。啊，比较可惜，应该这个球也传得很好啊，顺势的来传一垒，看有没有机会抓到双杀。也基本上时间是有机会的。嗯。选择比较保守一点的，嗯，也是想要避免可能的失误。对，当然稳稳抓出局数哈，也是一个好方式。嗯，打击轮到的是第五棒的捕手梁全斌。再来了一个变化球。乔泰高中在本届赛事前面是有三场比赛，
都赢得蛮轻松的。他们也算是这种校队等级的球队了，对上台中一中11-1，也是提前扣斗的对手。这个球击成了一个右半边的平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这支安打要将三垒上的跑者送回来。啊，这个回传并没有，哎，再传二垒，哇，变成了空城计啊，让打者在二垒这边呢，形成了出局数，三人出局也结束了在这个半局乔泰高中的进攻，首局打完比数12-1。好，比赛来到这个半局，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中学的洪腾祥校长，在本局加入我们来担任特别来宾。校长你好。好，张扬你好。那么各位观众大家好。这场比赛继续的来进行啊。啊，当然也非常高兴在这个半局有机会邀请到校长来到这边。那首先想请教校长，就是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球队呢？好，我们学校球队哈，现在是大部分的学生来源哈，都是附近的啊，这种这个各国中的这种学生，所以他们有的是有基础，那有的是没有什么基础，他们就来。我想我们主要是站在教育的立场啊，提供孩子一些这种有兴趣的这个参加加入。是，就我了解，过去中华中学在比较早年之前算是一个棒球传统的这种名校。是的。不过近几年当然是跟之前不同了。那就是说现在学校就针对棒球队，你们的发展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看法？这样子。是，过去呢，因为尤其是龙工时代哈，所以中华中学出了非常多的啊这种这个棒球的这种名人了哈，这些学长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对整个球界的贡献很大。那这个后来呢啊这个。龙工呢就断掉了嘛，哈，那后来学校就自己成军啊，自己来招这个球员哈。那以教育的立场来讲哈，我们是真的是提供给学生一些这种兴趣啊，他们的这种嗜好的这种选择。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哈，是从啊这种最基础的啊这种训练开始，所以也并没有说什么很多这个明星的这种球员啊哈，就来源啊，因为都是附近的这些这种国中的这种学生，所以也目前来讲哈，只不过是这个打软式的，是也还没有铝棒跟木棒。所以我想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基础训练，让学生有一些这种这个选择这样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就是校长刚才讲到并没有在其他国中去找这种有棒球底子的同学来加入，是就是说学校大部分都还是就是自己区域内的同学来参加球队，是但是参加黑豹旗的成绩就是非常的棒，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年呢也对上一些社团组算是蛮强的，像台中一中这个球队都赢球，是那就说这个同学平常的训练是否也可以请校长就是讲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一般的同学还是可以练到就是这么不错的一个内容跟成绩呢？是这个，首先我当然要感谢我们的教练群哈，子恩啦、培辉啦、洪佑啦等三位教练哈，他们哈平常哈这个可以讲说是治军非常的严格哈，所以加上我们的这种孩子哈，说实在的，真的是他们很乖哈，那这个球技不但球技好。而且他们的这种品性更好，所以他们的这种这个敬业的这种精神哈，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种敬佩哈。只要教练一声令下哈，风雨无阻哈，那么我看他们都很认真的在这个练习哈。那学校目前来讲哈，因为整个设备方面哈，逐年在增加哦，所以越来越不错了哦。我们平常的话是在这种河边的这种高滩地啊，这个做训练，因为学校本身没有这个球场。但是呢，去年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这种打击场啊，所以不管是晴天雨天哈，那打击场都可以这个利用。那加上呢，打击场里面有一个重力训练室哈，所以我们的学生哈，这个今年哈，这个进步的非常快哈，可以看得到。哦，这个半局已经又得到一分了，两支安打换回了一分。跑者要盗垒，往二垒走，这个球传过来，可惜。跑者在二垒这边遭到了触杀出局哦，捕手成功的一个长传阻杀。哦，中华中学这边应该是要来询问一下，可能会挑战呢，是否要挑战呢？看起来是要采用一个请求啊，电视辅助判决挑战一下刚才这个盗垒。垒上的董哲元，他的脚程速度看起来也不错。啊，他认为说，哎，对方的球接到拉下来做 tag， 他的脚已经滑到了。我们从这个慢动作镜头来重播看一下。哦哟，很接近。这个 play 是蛮接近的。捕手传的比较高一些。脚滑进去，重点是手套有没有摸到？感觉上手套好像提早一点点有碰触到，所以还是维持原判。主审在经过电视辅助判决之后，还是维持原判，认为是捕手成功的一个阻杀，形成一出局。那校长，请教您一下，就是说黑豹旗来到第五届，然后您们是从第二届开始参加黑豹旗的比赛，是那你是怎么看待这项比赛的呢？其实哈，黑豹旗哈，它是变成就是说这个全民的这种棒球运动，不管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队伍，都可以帮我们参加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带动整个哈这个全民棒球运动，是，所以我对它的这种这肯定哈非常的高哈，那因为它也算是高中职足哈在国内哈最大的一个这种赛事嘛哈，那能够这样的话哈。这个可以讲说是媲美于日本的甲子园嘛，但是日本的甲子园，它是因为日本球队很多都要经过各地方的这种这个初赛啦或选拔才能够参加。对，那我们黑豹旗是只要报名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对台湾的这种棒球运动的这种带动啦，那么有这个非常这个帮助的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哈。那我们这种学生哈，这个让他参加黑豹旗，也就是说这个增加他一些。这种这个赛事的这种经验哈，那输赢当然是这个另外一回事啊，当然赢的话是最好，那输的话我想也会得到很多经验哈，能够参加这么像今年有200队的这种参加的这种大赛事哈，我觉得就是已经是这个成功的这种这个跨出去了。这个球在界外区，捕手移动过去，
哇，完成了接杀，这球掌握到了，捕手的反应也是蛮快的。那刚才游击手林一鸣是出现了一个传球的失误，这垒上现在有人，那捕手把这个飞球给接近手套，是这个半局的第二个出局。还是得点圈的机会，打击轮回到中华中学的开路先锋陈俊杰，上一次打击是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哎，那过去一般的观众朋友对中华中学的了解就比较停留在可能棒球很强了，这比较早以前的一个阶段，农工时代啦。对，哎，对。那现在学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是不是也请校长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就球队来讲，哈，第一个我们的这种教练团，哈，他们训练非常的严格，非常的认真，哈，这个是可以引以自豪的，哈。加上我们整个对球队的这种看法是这样，哈，因为球队除了打球之外，球技之外，我们很要求他们的品性。所以他们的团队精神啊，这一双我们是很要求。还有呢，他们的这种功课，是我们认为哈，球队哈，当然现在打也不可能说每一个将来都是职业棒球界的这种球员嘛，哦，他这个一定要奠定他很好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就业这种基础等等哈。所以我们对他的功课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是，再来就是说我们学校哈，这个现在整个这种设备都非常齐全嘛哈。那平常我们也聘请防护员来替他们啊，这种这个照顾他们的一些这种这个身体受伤啊或等等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就是运用我们自己的这种资源哈。那这个如果我们的学生哈，他们有这个受伤了、扭伤了哈，我们都会带他们去给这个中西医这个来看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医生哈，就是我的儿子啊，哦，他是中西医这种这个双证照的这种医生哈。那只要球员哈，那么有受伤的话，那我都会这个带他们去给我儿子来看，都是全完全免费的来给他们医治，所以这个福利哈，可以讲说其他的这种这个球队所没有的，所以一般家长也都非常的这种称赞哈。加上我们对孩子的这种这个收费各方面哈，都比较这个尽量压低哈，所以一般家长在负担方面也都比较减轻哈，所以这方面造成就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招生就非常好，对，所有各科系哈，就是我们球队是一个满招的，是这个一个队伍这样。大家都很想加入棒球队，对对对。因为除了比赛啊，训练非常充分、很扎实之外，是这个其他的福利听起来也是蛮不错的。是，那加上我们像这个去年的表现也不错嘛，啊，软式的全国第二名嘛，哈，所以也参加了这种中华的这种 U18 的这种选拔，我们也是代表队到这个日本去比赛哈，所以表现都非常好。又加上我们自己哈，这个像暑假我们也有异地训练，到日本静冈啊去这个做异地的这种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培养这种孩子哈，一些这种这个比赛的这种经历哈，我们是非常的认真在做，所以他们会成绩会越来越好，是这样。哦，成绩真的打得很出色，今天对上也是软式组蛮强的球队侨泰高中。这个半局这支安打出现之后，中华中学再得两分，让现在中华中学来到了6-1的领先。刚才是米圣恩敲出的一支带有两分打点的穿越安打，然后他再倒上二垒。哦，即便是捕手啊，但米圣恩的脚程也是蛮快的。并没有hold在垒包上，所以就在这个半局跟校长讨论的同时，目前中华中学在这局当中攻下了4分，比数变成6-1。现在打击轮到的是朱浩恩，哎，那像是中华中学今年在黑豹旗有3场的比赛，包含今天在内，校长今天有机会莅临到现场看球，那您在看这个同学比赛您的感想、您的感觉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是我发现我们的这种这个孩子哈，我们的球员哈，他们哈真的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哈，说实在的，比平常的练习哈还要让我敬佩。嗯，因为我看他们平常练习还有一点散散的。哦，那这是上场以后，我看到每一个的斗志非常的这种高昂，所以显然我们这些球员哈，真的是越强呢，越强就越强。对，遇弱大概就是遇弱啊，所以他们有大将之风，真的是。你看在这种正式场合里面，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比平常我在学校看他们练习的这种状况哦，都还要敬佩，真的是。他们的精神很好。所以平常可能是比较轻松的在练球或是练习，但是比赛就是绷紧神经，全力以赴哦。是。从今天内容反而是我会鼓励他们说，这个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不要盯得太紧，这样完了对比赛的这个表现不见得是好哈。因为我对我们的这种这个球队哈很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的我看他们在训练就很扎实，不管是说球技方面，或者体力方面，或者团队的这种这个精神，尤其在团队方面，他们彼此呼应的非常好哦。所以这一点哦是让我看得到哦他们。这个制胜的这种关键哈，那加上哦，我们的教练群哦很认真的哈，平常都是安排一些这种这个像友谊赛啦哈，或者这个像说刚才我讲过，人多我们异地训练到日本去，那吸取经验，这个找日本的这种学校哈来练习哈，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种这个场次多了，于是他们对于这种大场面哈就没有什么惧怕，所以打起球来反而是比平常表现还要来得好。是，哎，那像是校长刚刚提到异地训练这个部分呢，那这种异地训练其实需要蛮多的一个经费，那校方是否有就是说支持球队呢？其实哈，现在私立学校哈，除了说一些大校之外，哈，经费比较宽裕一点哈，其他的这种这个比较小型的学校哈，经费都非常困难哈。凭良心讲，像我们学校哈，这个球队异地训练哈，大部分经费都是由学生他们自己来出，当然政府也有一些补贴啦，我们有申请嘛哈。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这种这个地方人士哈。稍微就是募一点款来指引，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达成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这个教练团哈，他们很有心，我相信哈，钱是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只要是有心的话，一定可以做得到。同学也就当算是户外教学这种，对对对，去玩一玩，对，去走一走，哎，这个增加一些这种国际观、国际视野，我想这是很好的。所以一般球队哈，这个没有这个机会哈，那他们的国际观就比较弱一点。我也跟他们讲，我说棒球就是一个国际的这种这个球队嘛，啊，因为这个美国最盛行嘛，对，是不是啊？所以你是一个国际球队，所以我对学生的这种成绩各方面的要求也是会比较，然后说将来你要走国际路线啦，啊，我们学校对这个国际化很重视啊，所以说这个每年哈，我们光接待日本的这种这个团队哈，或者是日本的这种休业旅行的哈，每年都有四五个团来我们学校，因为他们接触很多，所以也让他们到日本去，哎，这个走一走看一看，是，所以开拓这个视野，这个是大概是其他的这种学校比较少有的吧，哎，我们对球队的重视是这样的。哦，学生就有蛮多出国的机会，是是，可能在高中也有很多的机会，是的。在二局上半，现在中华中学一口气攻下的是第七分了。比数来到9-1，哦，这是一个好球，打者遭到了三振，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中华中学的进攻比数来到9-1，也非常感谢洪腾翔校长在这个半局的加入，谢谢校长。好，谢谢我们这个主播张扬，谢谢您，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好。
中华中学对上侨泰高中，两支球队在今天来到天母棒球场进行比赛。在高中联赛都是参加软式组的，算是校队。我现在在二局上半结束，比数来到了9-1。中华中学在二上一口气单局攻下了7分，攻下了一个大局啊！主要是投手出现2次的触身球保送，然后在垒上有人甚至满垒的情况下，中华中学又能够适时击出安打，而且在两出局之后的安打呢最有杀伤力。特别这几个棒次都集中在这个中心打者啊，再加上第二棒，都有所发挥。比赛进入到二局下半，轮到的打者是梁全斌，更正一下是林一鸣，侨泰高中的第6棒。这是一个内野的反篮球，有几手接到，传往一垒，来得及。这个大弹跳游击手其实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稍微有一点迟缓了哈，不过还是来得及。这个是第一时间的球还有一点点拿不出来。继续打击，轮到的是郑成瑞，抓第一球击成了界外。今天中华中学的先发投手汤佳玉今天状况不错，而且他的直球呢都是在攻外角的位置都蛮准的，再加上他一个大曲球。那刚才中华中学的校长也讲到说他们学校选手的选材事实上就是该地区的选手、该地区的同学来加入棒球队，并没有去特别找一些像国中的棒球学校的球队的同学来加入。不过从他们的身手来看也将来如果升大学的话，如果是加以训练的话，还是有机会能够继续在棒球场上来努力。两好球两坏球，这个球投得很准，131，速度也是蛮快的，是太刁钻的这个位置，又是一位左投手。打者是站着不动，遭到了3振，高度没有问题啊，在膝盖以上。二局下半两出局，轮到的是何正豪，哇，投得真准！一座投手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说的话，超过130公里，算是速度是不错的。偏低。那高中联赛的球队啊，强度大致就是木棒第一啊，最强，然后接下来是铝棒组，然后第三才是软式组的队伍。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软式组所使用的球基本上它的一个掌握性并没有像这个硬式棒球那么样的一个容易。所以投手来讲的话，反而投硬式的这个投球呢，会比较控球上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来到黑豹旗的比赛是硬式的用球嘛？对。那对投手来讲，平常参加软式组的选手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没错，尤其是这个特别是三游了，传一垒的这个手的这个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握软式跟握硬式的球是截然不同的。再打成一个界外，我就变成软式组的球队
来到黑豹级参赛，就必须要去适应说硬式棒球的一个控制力。嗯，对，最大的不同还是在手握的那个手感，那其他都没什么差异。嗯。两好两坏。这个球在右半边是一个强劲的界外球。我看这个汤家玉有在面对这一棒何振豪啊，他原本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曲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投出来啊，都使用这个滑球或者是直球。这个球是认定界外球。乔泰高中在一局上半也有得分，两支安打得到一分，中间还有一个保送。棒子非常的黏了，继续来跟投手缠斗。是，何振豪。变化球稍微出去了一些，在外角高。啊，基本上汤家玉这个变化球呢，他太刻意的要攻外角，其实往中间地带来投的话，还是有它的效果，把自己逼到满球数。嗯，真的很黏哦，真好。继续缠斗。嗯。何振豪也是。乔泰高中的先发一垒手，继续的来周旋，还是打成界外，对，无形中让这个汤家玉呢，哇，用球数就增加了很多。嗯，这次的投打对决应该是消耗投手将近十颗球了。嗯。哇！因为现在他的击球点跟得非常近来。是。那看起来汤家玉也没有一个非常棒的决胜球了。对。基本上像遇到这种打者的话啊，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你有不错的一个球质哦，一定要攻好球，而且是攻比较内侧的这样的位置啊，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嗯，就攻击内角。嗯，因为从头到尾都攻外角，当然这个何振豪啊，他这个缠斗功夫非常了得哦，所以频频的去把这个球给破坏掉。嗯，塞内角的话就有它的效果。是。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一垒方向的滚地球，一垒手接到之后踩垒包，将打者给刺杀，结束了二局下半乔泰高中的进攻，三上三下。
中华中学交手侨泰高中。黑豹旗三十二强赛事的第三天，继续在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来进行。在二局上半，中华中学攻下了一个大局，单局七分，使得比数是来到9-1。这个半局打击轮到第七棒的左外野手董哲元。现在差距已经到了8分了，这个时候的乔泰呢，必须要把这个分数给压低了，因为避免了，如果是大比分的一个拉开的话，避免被这个提早结束。对。那董哲元在上一次的打击，二局上半，他敲出了一支带有打点的安打，但随后是想要尝试往二垒倒垒，但是没有成功。球数一好两坏，投手这个球还是没有丢进去，已经形成一好三坏。池俊麟在第二局的用球量其实没有到很多，这个球击成了一个中左之间的平飞球，落地又是一支安打，现在跑者通过一垒要上二垒。哇，董哲元今天厉害了，二支二。这个球呢，顺势比较高的位置呢，这个往外来攻击啊，攻到了这个左中之间。虽然中外野手有拦下来，不过这个球呢，距离他的一个站位是有距离的，所以让这个董哲元呢，一口气上到了二垒。哦，这又是一个触身球保送。今天池俊麟投出的第三个触身球保送了。所以刚才要讲说他第二局用球量不多，是因为他虽然第二局有投出两次保送呢，但是那两次的保送都是触身球。这一次的保送也是触身球保送。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投出过四坏球保送，而是出现了三次的触身球。又使得三局上半，中华中学的进攻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轮到打者是张玉伦，要点，投手下丘，选择传一垒。点的不好啊，基本上先抓一个出局数。也护送垒上的跑者向前来推进。也平常的一个训练呢，并没有做一些反战术的一些训练呢，也就是要抓这个对方的战术，所以只要一点呢，就抓一个稳稳的出局数。现在内野布阵趋前。在这样的一个分差，防守还趋前防守，乔泰高中这边内野防守趋前，是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要这个把分数压低了哈，能够阻止对方多分数啊，多得分数呢，还是要这个想办法阻止。但是这么一来就变成说，你要出现穿越安打的几率也会增加。没错，因为这个守备的范围缩小。那现在比分是8分差距，对，这是教练团的一个想法，想要阻止三垒这一分回来。因为通常如果有提前这个比赛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赛制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压低对方的这个得分机会。而且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出现穿越安打，可能是得2分了。因为内野防守趋前的情况是二垒垒包这边几乎就没有人看管。对。那二垒上的这位跑者，他可以离垒很远的一个距离。是。
也就是非常简单的安打就可以一下子得两分。嗯，我这个球进来将打者给三振，121公里，三振掉了陈俊杰。这个球是比较偏外侧，打击轮到的是汤佳玉，也是中华中学的先发投手，今天打击上有蛮多的贡献，两个打数挥出两支安打，有一分的打点。出棒击成了一个飞球，在左侧边 ，Fable。不过这个球啊，不要太勉强啊，因为还是会担心受伤。起来是一个飞球，在右外野方向，奥巴，这是一支深远的安打，要带有两分打点了。打者通过二垒之后，也可以继续的朝三垒来做推进，三垒安打，掌握的相当的理想哦，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平，让分数一口气来到了11-1。哇，中间的位置。这个球直接逮中，对，而且右外手的判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他的一个站位也守得太前了。右外手是先往前再往后去追球，所以以至于这个球很轻松的上到了三垒。对，现在乔太高中要换投手了，先发的池俊林在这个半局两人出局之后还是被敲安打，让中华中学再得分。中华已经是连续三个半局都有分数的进账，也使得两队的分数差距来到了双位数10分的距离。那么现在乔太中学要更换投手，换上的是原本的先发一垒手何正豪来取代投球。那从过去的战绩来看呢，乔太高中在软式组也是一支蛮厉害的球队。不过今天遭遇到的是中华中学，同样是软式组的强队啊，没有想到在前半段的比赛就被对方得到11分。一垒这边则是由背号10号的王凯翔来担任守备。然后刚才的先发投手池俊林是移防到了左外野，我想池俊林的一个麻烦就是他被打的安打数量太多，而且在这些安打数当中有很多是长打，是，而且他包含了3次的触身球，再加上自己的一个速度也不够快，所以让中华中学呢比较好掌握。打击轮到中华中学第三棒的陈俊廷，这个球基本上投的是不错的，这个曲球，投手取得球数领先。哦，大角度的曲球再掉下来，是想如法炮制哦。不过没有控好，偏高了。捞起来，这个球也打得蛮扎实的，中左之间又是一支深远的安打。哇，铝棒的威力，而且这个球完全咬中。现在跑者通过二垒继续的朝三垒推进。是，又是一支三垒安打。
这个外援手的这个回传球也没有传好，嗯，让这个转传的这个游击手呢没有机会哦，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抓到跑者的。而且这支三垒安打是今天中华中学所击出的第四支三垒安打，数量有点太多了。嗯，那其实刚才球评有提到，侨泰高中外野的守备或许可以站深一点哦。没错，到现在并没有这个适时的来调整。对，中华中学今天长打打了很多，轮到的是米圣恩。目前共六支的长打，在这六支长打当中，有四支是三垒安打，然后两支的二垒安打。外野的防守，前面还是站得比较稍浅一些。嗯。分数来到12-1。那侨泰中学的两任投手，其实今天是没有投太多的四坏球保送，也可以说是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的四坏球保送，但是你很难想象到目前这个分差11分的距离。这个球捞起来又是一个飞球，又是打得相当深远，中外手往后退，这个球落在红土区，还是一支奥巴的长打，而且看起来又是一支的三垒安打了。所以真的跟我们观察到的一样啊，就是外野的站位，而且又是被打长打，球投的是比较甜一些。这个可见铝棒的威力哈，这个球也，尤其是打到那个400英尺哦，中华野手这个全垒打墙的附近，对，打到这个红土区，打到了 warning track 这边呢。刚才中外野的站位还是比较浅的，这往后追跑了非常远的一段距离，那打者可以轻松的站上三垒。从第二棒的汤佳玉，第三棒的陈俊廷，到现在米圣恩，已经是连续三支的三垒安打，对，三个棒次哦，这个垒打数到9，这是蛮少见的。对，其实，在一般的比赛当中啊，像是职棒的赛事，三垒安打出现的几率算是最少的。没错，以各种安打的比率来看，三垒安打出现的次数甚至比全垒打要更少。对，但没有想到在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5支的三垒打了，但目前为止，侨泰高中的外野站位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右外野手是有往后退一些了，中外野手也稍稍退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退到太多。良好球，一坏球。哇，这是一个爆头，捕手没有办法挡住，三垒跑者回来攻下14分了，第14分。有真好的投球哈，前面投的大曲球投的还不错，啊，想要压低的直球，结果没有控好，提前落地，而且这个球捕手也并没有正面的去挡下来。在这一局当中，中华中学又一口气攻下了5分，而且还是在两出局之后的连续得分。打成界外，球数良好，3坏。这个球主审认为是坏球，是投手觉得可惜。好，那这个保送其实只是侨泰高中两任投手今天所投出第一次的四坏球保送而已。一般来讲啊，像是黑豹旗的比赛，我想观众朋友也非常了解，就是说分数差距大的比赛，往往是保送过多，然后连续被敲安打，
但今天的比赛不太一样啊。朝台高中是没有投出太多的四坏球保送，那有三次的触身了。可见他们的这个今天的攻击火力哦，掌握得非常好。嗯，这个三局未打完呢，已经击出了十支的安打。跑着走还要盗垒，哎，认为是出局，捕手一个成功的长传阻杀，让跑者在二垒前遭到了 take out， 结束了这个半局。但现在中华中学取得了14-1的领先。中华中学对战侨泰高中的比赛来到三局下半，您所欣赏的是黑豹旗32强的赛事。这个半局打击轮到的是侨泰高中第9棒的王凯翔，投手先投了一个好球，投得不错，而且他今天呢，不管是变化球或是直球都是以外角为主，稍微偏高了，但是主审还是捡了。还是攻外角。投了一个算是属于侧列的这个球种，投一个花球。连续4个球都在外角的位置。对。那这是因为对自己内角球比较没有信心吗？应该不是哈，这个就是投捕之间的投球策略啊，就完全是攻外角。是，想法就是一直去锁定外角来做投球了。对。因为也基本上有这样的想法，还是就是担心被打者哦击出长打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都是攻外角。轮到的是谢家伟，这个球在中间方向二垒手扑下去，没有办法挡到，是一支的穿越安打。稍微一点失头呢，就被乔泰敲出了安打。投到比较中间偏高。侨泰高中第1棒的谢家伟今天是上来2次都击出安打。轮到高俊腾，其实投手的用球量可以不必那么多啊，真的是太就是专心要攻外角。对，所以只要差一点，主审就不会捡了。
今天他的球都投在好攻啊，这个九宫格，好球带九宫格的147，对，外角的位置是。我整个控球还是蛮准的啦。其实他如果搭配这个内侧的话，其实他用球数可以不必那么多。不过在面对这一棒呢，就有稍微有一调整了。不过这个球还是投得太外侧。我说要怕被对方打出长打，但现在球队领先的分数有13分了。应该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投，没错，而且这么大的比分呢，在节奏上可以加快，这反而可以压迫对方的打者。一垒跑者启动，看起来是下达了一个跑打战术。跑者在走。这球顺势出棒，结果打穿了右半边，一个成功的跑打战术啊！一垒跑者现在上到了3垒。即使汤佳玉呢，这投的位置是不错，不过打者利用这样的一个他打跑战术呢，打穿了1、2垒，而形成成功的战术。三局下半变成一出局，13垒有人。现在是中华中学上来请求暂停。这个时候的侨泰高中呢，必须的来加紧的来得分哦，因为这个分数的差距非常的大，避免被这个5局前呢就被提早这个比赛结束。轮到的是池俊麟，也是今天侨泰高中的先发投手。哦，抓到了！一垒跑者要启动，那现在3垒上的跑者也没有办法向前来做推进啊。是。这个盗垒完全被识破。所以有时候跑者必须还是要有经验啊。当然，3垒的跑者是他紧守着3垒哦，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的得分圈呢、啊。不过他并没有利用一些引诱的一个跑垒的动作，去引诱这一垒手传向3垒。那像是这个 play， 3垒上的跑者有机会来闯本垒吗？基本上还是要靠经验呢、啊。就是说，如果你要跑的话，你必须要看这个。一垒手他要往2垒的方向传球，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点的话，如果你脚程够快的话，是可以往本垒来冲。不过跑者还是要有这个很多的比赛经验啊，才可以掌握这个启动的时机。是。那侨泰高中这边垒上的跑者谢嘉伟是没有冒进，还是停留在3垒上。哎呦，这是一个好球，投得相当准，位置压得蛮低的。以直球来说，汤佳宇这个球就非常的刁钻，如果控得好的话，表现可以更好。球数变成2好3坏。这球打击出去，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看起来是掌握到了，完成接杀，也结束了3局下半侨泰高中的进攻，这局没有得分。
稍后下一场比赛的球队台南高工也来到场边了，不过台南高工在下场比赛要遭遇到的是大魔王等级的对手高院工商。是，比赛进入到四局上半，又轮回到中华中学的进攻，场上投球的是侨泰高中第二任的投手何正豪。连投两个变化球进了一点都没有进到好球带、啊、挥了一个空棒，两坏球之后想要挥大棒真一样。其实今天的比赛两队都有一些的同学、就是来现场帮他们加油。侨泰高中这边真的是要赶快想办法把分数的差距给缩小。捞起来飞球，在游击的上空遭到接杀。可正好这个变化球终于吸引了打者的挥击哦，而且陈宇阳也没有把握住，击了一个游击手上空的高飞球。下一棒是董哲元。本场比赛他是二打数两支安打，100%的打击率。提前落地的变化球，前三局中华中学的进攻每个半局都有得分。没有错，这个是有进的好球带。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中华中学加油团这边，是以男生为主，比较多的男同学。但在侨泰高中这边，则是有一些的女同学来加油。这个球，哇，可惜了哦，又是一个失误。是有机会顺利的抓到第二个出局数。李当这个球呢，你是屈前来防守，应该不至于会传到这个提前落地啊。就算一垒手啊，这个球掌握住还是会 safe。这局又让中华有打者能够上垒。轮到林泽兴。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华中学应该不会轻易的来这个起跑啊，因为捕手基本上是传杀能力是不错的。林泽兴今天两次打击都有上垒的记录，一次靠对方的守备失误，另外一次是获得触身球保送。
这个球击成了一个飞球，在界外区。一好一坏，继续的来牵制，这个球在中间方向，投手接到传二垒，再往一垒送出局，这是一个 double play，也结束了四局上半中华中学的进攻，这个半局总算没有得分。由中华中学交手侨泰高中的比赛来到四局下半，侨泰在前个半局总算是让中华没有办法得分，现在换上背号十一号的投手李林佳。那中华中学在这局主动换投手，三垒手是由原本先发的陈宇阳，先发的一垒手来取代。那一垒这边中华中学是更换背号三号的王少远。打击轮到的是康成耀。第一个球打成了界外。李林佳的投球啊，投第一个球就相当的准确啊。挥棒落空，引诱性相当高的一个外角滑球。基本上控得不错，李林佳，因为量好球之后呢，投出一个比较偏外的策略球，速度120公里。再来一个外角球，三振掉了打者。中华中学的投手啊，从一任到第二任的李林佳呢，基本上都是攻外角为主。非常的明显。
四局下半一人出局。打击轮到的是侨泰高中第五棒的捕手梁全斌。打成界外、啊、虽然这个速度不够、哦、不是很快，不过投得蛮积极的，节奏蛮明快的、嗯、李林佳挥棒落空，连来两 K。原本是要投一个比较偏外的策略球啊，没想到这个球也没控好，靠近打者高的位置、啊。这个打者梁全斌呢就出手了，挥空遭到三振。虽然没有控好，但效果是蛮不错的。对，接近眼睛的位置哦、啊，具有这个吸引力哦、啊，去挥击。轮到打者是第六棒的林奕明，上来打第一球，中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嗯，一鸣这个表现不错哦，完全是抓投手的一个节奏而攻击。出手就准备攻击了。那么在这个半局，中华中学很多守备阵容上应该都做了更换了，除了刚才提到的一垒手跟三垒手之外，那刚才看起来中外野手也做了一个更动。Safe， 时间上是 OK 的哈，不过这个球，三垒手他一个协防接到这个球处理的不错，不过传到二垒的时候呢，传偏了。掉了，看阿雷索的这个脚应该是有离开一点啊、哦。雷森可能认为脚有离开哈、哦，嗯哼，对，不然时间上看起来应该是来得及的。对，打击轮到的是何正豪。投手转身做牵制，这种大比分的比赛哦，哇，我们来看，啊，确实哦，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的清楚，非常明显。球数是一好球一坏球。显得坏球。嗯。再打成界外。嗯。已经两好球了。侨泰高中今天只有在第一局有得一分。我也可以说是每个半局都有一些的攻势，对，都占到得点凶。要看这个半局能不能够把握到机会。基本上乔泰也非常清楚，两好球之后呢，这个中华中学的投手都会攻外角，所以每当看到外角球的时候都先破坏掉。这个球，二垒手扑下去， nice catch， 把这个平飞球给接近手套，又没收了一支可能的安打，化解这个半局的失分危机。因为有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飞
乔赖高中出战中华中学，黑豹旗32强的比赛继续在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来进行。来到第五局，这局轮到打者是第九棒的张玉伦。这一个半局哦，乔太这个高中必须要注意了哈，他一个失分情况。捞起来是一个平飞球，在左半边又是一支落地安打。一开始中华中学呢已经有了攻势。那请教一下球评哦，以你的观察，今天中华中学能够有这么大量得分呢、他们做的比乔太高中更好的地方在哪边呢？我想他们虽然他们是软式组的球队哦，不过从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他们所有的环节都有经过这个扎实的训练，包括教练对外野的这个指导也好，对这个打者的掌握性，其实各方面他们都做得非常不错，所以对投手的这个掌握度也相当好，所以今天的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一个安打数量已经超过十支以上，所以这个半局乔太必须要把分数给压下来啊。哇，这个球沿着线边是一支查爆逼的安打。一垒跑者上到了三垒。一垒跑者哈、强行上三垒，不过这个球呢也是蛮惊险的，差一点被这个抓到。这个球咬得相当扎实哦。对，沿着线边。背号九号的廖毅，在这时候贡献了一支安打。这个球传得相当的好啊。哇，差那么一点。刚才球评有讲到说，这个半局乔太高中要特别小心失分的部分。没错哈、而且现在是没有人出局，况且跑者已经进站到这个二三垒。捞起来，李林家打成了一个飞球，看看距离够不够。三垒上的跑者假跑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向前来冲刺。对，基本上这个距离也太浅了，也没有必要来冒险哦。所以这次的飞球是没有任何的得分效果。打击轮到的是陈俊廷。两个变化球都没有进到好球带。内的防守还是屈前来布阵。已经是三坏球了。对。刻意的等了一颗。没错。如果一好三坏的攻击呢，你必须要锁定哦，你要攻击的位置，而且要攻击好球。哇，这个球没有掉进好球带，好可惜哈！这个球是有机会可以形成好球的，稍微压低了一点，投的比较接近了。乔太高中应该是要换投手了。五局上半一出局满垒。
何正豪换下去。现在换上的是背号18号的袁维君，我们请您先休息一下。14-1，目前中华中学有13分的领先。校长在旁边也鼓励同学啊。那现在5局上半只有一人出局。满垒的局面。乔代高中换上背号18号的袁维君来投球。他是高三的同学，170公分，65公斤。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呢，虽然有这个抓双杀的机会啊，不过我们看到乔泰的这个内野防区呢，也都是趋前，站得很前面，对，100%的趋前状态。那打击轮到的是王子轩。背号2号的王子轩被换上来代打。再击成了一个界外球，过于积极哦。这个出手的位置都是比较偏外侧，基本上是坏球。球数良好一坏，5局上半一人出局，满垒。哇，这个球是好球进垒，打者站着被三振，变成冷冻库里的冰棒，比较可惜啊。哇，没想到投手会塞内角球啊，也就是他要攻击的考量上啊，并没有考虑到会有内角球的一个出现，就站着被三振。轮到打者是第5棒的朱浩恩，今天朱浩恩是有贡献一支的3垒安打，出现在2局上半，有2分打点。偏高，袁维君的球速并不快啊，所以如果你投高的话是要小心的。这个球掉进去，但看到速度只有97公里，而且也是在一个中间偏高的位置。打者有出棒，倒是这个球击成了一个飞球，在界外区一垒手完成了接杀。哇，这个机会结果中华中学是没有把握到，比数还是14-1。因为有掌声为我带来成功，非常感动。
欢迎回到第五届的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中华中学在前个半节的进攻是非常的可惜，一出局之后攻占到满垒，但是连续两个棒次，王子轩跟朱浩恩没有办法把分数打回来，所以在五局上半，中华中学留下了满垒的残垒，也给侨泰高中一些的喘息机会。是，侨泰高中也非常明白哦，不能再掉分了，所以尽全力的把这个中华中学的这个打击火力的给压制下来。打击轮到的是第九棒的王凯翔。球速一好一坏，本垒后方界外，这个球在一垒方向的滚地球，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裁垒包，完成了一个出局数。嗯，这个球稍微偏内哦，这个打者也稍微挤压到，那么一垒手也很轻松的去处理这个球呢，自裁垒包。这个时候示意投手哦，他自己来处理，自己裁垒。一垒手是背号三号的王少远。轮到前面是二之二的谢家伟，他是今天到目前为止侨泰高中发挥最理想的选手。一个高的变化球，一好一坏。这个球在右外野方向，三位野手都过去，但在界外区落地。虽然没有机会去抓下来，不过我们看到三个野手，一二垒右外野手呢，三位都很积极的想要去抢接这个球。变化球再进来，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中外方向遭到了接杀，形成了两人出局。这个守备就相当的精彩，第一时间的一个判断跟反应相当的灵敏，所以也非常开心接到这个球。继续侨泰高中的进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三垒手高俊腾，一次获得四坏，另外在第三局他也击出了一支安打。偏外侧偏低，这两个球呢都没有按照捕手的位置投进去。三个球都蛮偏的。那李林嘉是在第四局上来投球，他是中华中学的第二任投手。来了一个当然的好球。
其实在前四局乔太高中的进攻有三个半局攻占到二垒，唯有在第二局是三上三下而已、啊、所以说虽然说他们目前分数上只有得到一分、嗯、但是也都是有一些的还手之力，对，而且都是安打上垒啊。这个球拉回来在游击方向，游击手传上一垒没有问题，将打者给刺杀，也结束了五局下半乔太高中的进攻。比赛在前五局打完，目前是中华中学暂时领先。最灿阳光。2007第五届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
今天在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进行的是32强赛，台中市的侨泰高中对上新北市的中华中学，目前是中华暂时领先了。中场也请郑新生教练做一个简单的讲评。是这一场的比赛呢，侨泰迎战中华中学哈，看到中华中学他的一个打击活力哦，展现得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前三局的时候呢，就击出了11支安打。那么眼看这场球赛有可能会这个5局前会结束，没想到在这个分数才差2分的情况下呢，4、5、2局并没有得到任何分数，尤其是在第5局的时候呢，在没有人出局、满垒的一个状态下，竟然没有得到半分哈，1分都没有获得。那么侨泰中学的攻击呢，虽然在前5局的表现哦，其中1、3、4这3个半局呢都上到得点圈哦，只有在第1局的时候呢，利用这个梁权斌的1支安打得到仅有的1分哦，所以基本上他还是受到这个先发投手中华中学的先发投手汤佳玉跟这个第二任投手李明嘉的一个全面性的压制，所以以至于这个比赛到目前形成一个大比分的一个比赛内容。是，那今天中华中学在前5局的进攻已经攻下了14分，第1局得2分，第2局得7分，第3局拿下5分。那球评您怎么看今天中华中学整体进攻端的发挥呢？基本上他上垒，他今天比较少有是利用对方的一个失误，确确实实哦，在打击的表现上掌握得非常的不错。那由于是在前3局呢，已经有大量的一个领先的分数，那反而在4、5，尤其是第4局开始呢，已经看到一个疲软的一个现象啊。那么甚至于在第5局呢，也没有好好的去掌握这个没有人出局满垒的一个状况下，那反而在这个方面让这个侨泰呢有这个机会呢，继续的来这个在场上来做一个反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目前前5局打完，还是中华中学暂时领先了，比数是14-1。在这场比赛从前半段来看呢，完全是中华中学占据绝对的优势。是。而且来到第4局、第5局，其实中华中学也更换了一些的板凳选手，包含了像是有廖毅啊、李林佳还有王子轩，今天都上来了。那这个半局打击轮到的是中华中学第6棒的陈宇阳，来到6局上半。这个投球策略啊，投一个比较缓慢的曲球，先抢好球数。球速比较慢的这位投手袁维军，他在前一个半局满垒的时候上来投球，反而是先丢了一个3振，然后又让朱浩恩打成了一个1垒侧边的飞球出局。这完全是让打者呢一时的反应不过来，对，也产生一个无法适应他的一个球路，所以压制的不错。在前面呢，都在打这个120公里左右的球速，不过现在突然速度降到只有100公里。这有时候呢，这些学生球队哦，因为你所掌握的，你握的棒子是这个铝棒。有时候在心态上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变化哦，所以观看这一棒哦，陈宇阳也就是每一个球几乎要挥大棒。哎呦，捕手在界外区，这个球看起来是蛮好掌握的。也就是因为要想挥大棒哦，往往这个球都没有掌握得很好，这个球就可惜了。原本有机会先抓到出局数。球速是2好2坏。偏外侧还出去了。投手觉得可惜哦。投成了满球数2好球3坏球。6局上半无人出局。这个球还是偏高。哇，压不下来了。
又是首名打者呢上到了一垒，中华中学形成了四坏球保送。打击轮到的是第七棒的左外手董哲元，今天他有两支安打。跑着走要盗垒，打者出棒在左半边的一个平飞球是界外，强攻的战术。现在中华中学还采用一个盗垒的策略，应该说是一个打跑战术。对，还是有战术，即便是13分的领先，我也希望扩大这个优势。做了一个 pitch out。不过要注意的是，乔泰高中的捕手啊，他的阻杀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接传技术是相当的好。这个球击成了一个一垒方向的反篮球，踩垒包再传二垒 ，out， 这是一个逆双杀。哇，非常漂亮的一次守备啊！我们来看一垒手啊，如何去处理这个球啊？两个弹跳以后啊，在界内哦，踩了垒包以后往二垒传，传的也不错，刚好下手做一个 tag， 而形成这个逆双杀。对，打击轮到的是背号三号的王少远。这个球击成了一个三垒侧边的反篮球，是界外。那一般来讲，所谓的正常的正向的双杀，就是先传二垒再传一垒，这样的一个 double play。是。那如果是逆双杀的话，就是一垒手先踩垒包再传二垒，那二垒这边是需要做到一个触杀，对，做 tag 的动作。这就是所谓的逆双杀。前三局一连串的猛攻，让中华中学攻下了14分。第四、第五、第六局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也可以说乔泰高中呢，除了这个后援投手表现得不错之外，包含这个守备也表现得相当的不错。这个球挥棒落空，形成了三振，结束了中华中学在六局上半的进攻。第五节的黑豹旗，
今天在天母棒球场天后状况是非常的棒，由中华中学队上侨泰高中的比赛，来到的是六局下半。这个半局中华中学再换上了其他的替补选手，右外也有背号十三号的陈伟竹来接替，打击则是轮到侨泰高中第三棒的池俊麟。抓第一球，捞起来这个飞球，看起来打的是蛮远的，在左外野方向，左外手往后追这个球，啊、哈哈接到了，哎呦，360度接杀，绕了一圈，还是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嗯，啊，由于投手投内角球，再加上铝棒的威力哈、啊，这个球打到左外野的后方。哇，不过当然左外也非常的尽力，因为有了尽力之后呢，虽然是这个位置没有掌握好啊，这个凭借着一点运气、啊、接到这个球，嗯，他后退转了一整圈、啊、对，就还是接到转回来，刚好球往下掉、啊、这也有点运气的成分，对，一开始感觉是没有掌握到球的落点，嗯，一人出局，接下来这一棒二垒手正面一个平飞球也进手套，嗯，运气很差哦，乔太高中哦，这连两球打得真的是相当的扎实、嗯、结果变成两人出局，捕手还是配边边角角的位置，嗯，策略还是不变哦，以外角球为主。打者轮到的是梁全兵，侨泰高中的第五棒，稍微低了一些，这个球是一个坏球。是没有进到好球带、啊、嗯，现在感觉捕手不需要把球配得这么出去、哦、没错，就是第一个你尽量把节奏加快，那么第二个也不要太刻意要求这个球的位置哦、嗯。这个球在中间方向，在球数没有好球三坏球的情况下呢，梁全兵还是积极的出棒攻击，敲出了一支安打，这也就是让投手无从选择，你只能往这个好球带投、哦、所以梁全兵他也掌握住、哦、这个节奏。我在想梁全兵这个击球的策略，就是说、因为现在球队落后十三分了，那第一要务就是上垒，是，但他在球数绝对领先的打者球数是没有好球三坏球的情况下，还是非常积极的攻击，是，我想这是学生啊球员他求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志气哈、嗯，也如愿以偿击出这个强袭的安打。对，那结果呢？结果来看呢是一支安打、嗯，因为目前这个分差蛮大的哦、嗯，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关键时刻，所以球员呢让他们自由发挥为主。是。轮到的是第六棒的林毅明，捞起来，这一棒击成了一个飞球，中外野方向，中外手往后退，哇，这球打的也是蛮扎实的，但是没有机会落地。结束了侨泰高中在六局下半的进攻，留下了残垒，比数是1-14。
抢。因为高的有机会，只是不够。中华中学对上侨泰高中的比赛，场边有非常可爱的外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到比赛现场看球。那侨泰现在左外手是做了一个更换，背号九号的是林燕婷来接替左外野的守备工作。来到七局上半，这个半局打击轮到的是第九棒的张玉伦。捞起来，这个飞球在左外方向落地。张玉伦掌握住这个变化球，打得恰到好处。一个变化球投到红中的位置了，没错，这个 timing 相当好。我想像是袁维军这样的投手，事实上不太可能投很长的局数哦，因为他的球相对来讲速度比较不够，然后威力也是没有这么足够的。所以说就算是对方打者在第一个打席第一轮面对他的时候没有比较好的发挥，不过第二次上来应该就知道说，哎，他的球种大概是怎么样呢？我想最大的问题还是速度不够快了。这个球直接接到再传一垒，传球传偏了。不过二垒手移动过去，刚好脚有踩在垒包上，顺势完成了一个封杀。非常可惜哦，因为这个球呢，它是同时哦踩垒，而且是掌握住这个球，理当他应该有非常有充裕的时间传球，过于急躁，把这个球给传歪了。记录上是不会给失误的，因为是有抓到一个出局的。接下来这一棒在一垒侧边是界外，中华中学继续的走马换将，有背号十六号的高宇轩来接替打击。那也想利用机会请教一下郑教练，是我记得你们学校养德在今年的黑豹前面都对上数算是比较强的球队，这个木棒组的球队居多。我们先看这个球，二垒方向穿越，是一支安打，一垒上的跑者现在上三垒，打得非常强劲啊，二垒手也想办法去拦住，基本上是有机会拦住啊，是很可惜。那我想请教的是说，像是对上社团性质的球队，是大概是在差几分然后几局的情况下，你就不会去发动一个盗垒的战术呢？基本上哦，因为你只要有提早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赛制的话哦，并没有所谓把这个强行强攻的战术啊给减缓下来。哎呦，这个球结果再传三垒还传偏了。结果还有抓到一个出局。虽然说中华中学得到了第十五分不过二垒往三垒走的跑者是遭到了触杀。这个完全是意外哦，被抓到的啊。做一个拦截，然后这个球呢没有掌握好，而且是传偏了。这个时候只好一个是传三垒的一个选择。对。结果变成两人出局了。是。中华中学攻下第十五分。
是否有受伤？嗯，对，这个时候刚刚在做 take 的时候哈，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滑垒的时候去遭到这个挫伤，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也有可能是这个抽筋哦。以目前这样的一个急救方式，是属于抽筋的方式。我是抽筋的话，大腿这边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对，稍微做一个压迫，然后伸展一下。是。但是应该是要被换下去。没错哈，也让其他的选手呢有机会，虽然是手背了哈，总是可以上去比赛。把背号六号的高俊腾给换掉。这个半局倒是很突然的变成两人出局。那分数的差距来到了14分。所以刚才要请教球评的就是说，您的看法是，如果有提前结束比赛的机制存在，就没有所谓差几分不能到垒这样的一个情况。没错哈，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轮的时候，就是各队哦，各列强哦，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强行侵略性的一个方式哦，尽量整个把这个比赛给提早结束。是。防护员在旁边做一个治疗。好，比赛继续的进行。现在中华中学是由背号15号的刘冠毅来打击。投手的球威力是没有那么够。对。球速比较慢，那这个球并没有丢进去。91公里，是偏内的变化球。刘冠毅163公分，16岁。哦，把这个坏球给选掉。所以这个半局中华中学的进攻又有上垒者了。打击轮到的是王子轩，上一次上来他是在满垒的情况下被投手给三振，当时面对的投手就是袁维军。几乎每一个球呢都是用缓慢的变化球来面对打者。他直球的速度最多就是不会超过110公里了。是，所以利用变化球至少有一些让打者呢这个打不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现在教练出来喊暂停。因为又是投成了球数的绝对落后，所以这个时候教练暂停上去跟投手让他了解目前的一个出局数是2出局了哈，鼓励投手尽量投好球带。哇，结果还是没有投进去。连续的4个坏球再投保送。感觉起来乔太高中的投手群就是第二任的池俊林，然后可能是阵容比较好的选手。控球比较理想，是。不过他今天也被敲出了较多的长打。尤其是在前3个半局就被挤出了11支安打。
轮到陈伟竹的打击，他在上个半局上来接替守备。速度104公里，这个球是一个小飞球，游击手让他落地传三垒，完成了封杀，也结束了七局上半中华中学的进攻。天母地区其实是有蛮多的外国朋友，那这边也有外国的学校，所以有的时候在天母的比赛会有一些的外国的球迷朋友进场一起来欣赏比赛。那这场黑豹旗的32强赛来到七局下半，这局中华中学现在更换由背号7号的董哲元来投球，分数的差距是14分，所以侨泰高中如果在这个半局不得到超过4分以上，也就是至少要得5分的分数，那他们将会在今天的提前被对方给扣动。啊，即使换了董哲元哦，整个投球的流畅度哦，跟先发投手汤佳玉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打击轮到的是郑成瑞。侨泰高中今天整体的进攻团队5支安打，但这5支安打都是短程的一垒安打。在击成了一个界外球，良好球，哇，这是一个外角的变化球，投得很接近。一开始良好球之后，很明显的看到捕手蹲得很外侧，基本上是除了要吸引打者的一个出手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策略球，在球数绝对领先的情况下。哦，这个球再打成界外。那么上一个变化球，我觉得主审裁判就算举手，打者应该也是没话说。是，担心这个球拐进来哈，所以这么偏外侧的球还是去碰了一下。再打成一个擦棒球。
西局下半，侨泰高中最后的反攻机会。拉回来打得强劲，三垒手接到，对角长传一垒，没有问题。嗯，传得相当的准确。是我们看三垒手的这个球的处理哦，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做得相当的标准了、这个基本动作。嗯，整个蹲下来接了以后呢，虽然第一时间没有掌握住，调整了以后传一垒，传得相当的准。形成了七局下半的第一个出局。侨泰高中的进攻，轮到的是袁维君。投手下丘，这个内野的反篮球，打者遭到了刺杀，两人出局。第三任的投手董泽源哦，投的并不输给第一任的先发投手汤佳玉哦，同样是一位左投手，直球、变化球，控的都非常的不错。最后的机会了，在侨泰高中这边，看起来中华中学今天上来的三任投手都有一定的投球水准。是。轮到王凯翔，一次被三振，一次的一垒滚地球出局。塞内角啊，挤压到。哦，捕手蹲的这个马步姿势蹲得很低啊，用一个有点劈腿的方式。是，通常捕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强调投手你必须要投我要的位置，这个从动作上去做强调。嗯，这个球捞起来是一个飞球，在左外野方向遭到了截杀。That's the ball game， 比赛到此要告一段落。这场黑豹旗的32强赛最终就是由新北市的中华中学以15-1的比数击败了来自台中市的侨泰高中，中华中学顺利的赢球，挺进到了本届黑豹旗的16强赛。稍后在比赛的现场也要演奏胜对中华中学的校歌。那今天的中华中学可以说是在比赛前半段就奠定了胜机，首局得2分，那第二局更是一口气鲸吞了7分，最终他们是以15-1的比数提前在7局打完，就击败了侨泰高中，拿下了胜利。稍后我们也透过现场的画面一起来欣赏侨泰，应该说是中华中学的校歌，胜对中华中学的校歌播放。
恭喜新北市的中华中学顺利赢球，挺进到黑豹旗的16强。因为要